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这脚崴了，还真不方便呐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啊，笑笑啊，现在都过了中午了，你的肚子一定很饿了吧？妈妈，我不饿，您快回去休息吧。你扶我去厨房。不，妈妈，我真的不饿，要饿了，冰箱里还有面包和火腿肠呢。哎呀，那些东西怎么能总吃呢？你正在长身体，听话。你怎么不听话呢？妈妈，您进屋再说吧。来，哎呀，您坐，妈妈。笑笑，你这孩子要干什么呀？妈妈，平时都是您做饭，今天呢，我给您做饭。哦，你给妈妈做饭？是啊，妈妈。你哪会做饭呀？妈妈，您做饭我都看过 N 次了，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来。不许说大话。妈妈，我不骗您，我真的会做。今天呢，您就等着吃现成的吧。好，要是饭烧糊了，看我不打你屁股。放心吧，妈妈，我煮的饭包您满意。妈妈，您等着，一会儿就好。
这孩子。香啊！妈妈，开饭喽！啊，小心点儿。妈妈，不烫了，您吃吧。你也一起吃啊？我等您吃完了再吃。那妈妈可不吃喽。好，您先慢慢吃，我也盛一碗来。孩子真是长大了呢。妈妈，您吃啊。嗯，好，妈妈吃。妈妈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笑笑也吃。妈妈，刚才药店的阿姨说，这种药酒管跌打损伤可灵了。笑笑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妈妈，我给您擦点药酒，您可别怕疼哦。妈妈不怕。妈妈，要不您闭上眼睛吧。好。笑笑啊，妈妈，别着急，马上就擦了，可不要哭呀。妈妈，很疼吗？不疼，很清凉。咦，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脚一点都不疼了呢？真的。是啊，笑笑，快，你扶妈妈起来试试。这，快呀！是。真的一点都不疼了。笑笑，你干嘛呢？没什么，妈妈，我这是为您高兴啊。笑笑，你买的这个药酒可真管用，真是药到病除呢。妈妈，其实不只是这个药酒，还有，还有。还有什么？你说呀，别吞吞吐吐的。还有小白。小白？小白不是飞走了吗？小白是飞走了。可是他又回来了，因为他飞不回自己的家了。哎呀，
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？妈妈，小白它不是普通的小天鹅，更不是小丑哥给我留下的道具，它是天外来的，而且它有一种超能力。超能力？妈妈，您忘了吗？它帮我干活的事儿。妈妈，要是把它送到野生动物保护所或者科学研究所的话，小白就回不了家了。既然它有超能力，为什么回不了家呢？这个我也说不清楚，可能是迷路了吧。反正等小丑哥回来就知道了。那小白现在在哪儿呢？就在咱们家呢。咱们家？是啊，妈妈，您愿意让他回来吗？当然。嘿，谢谢妈妈。小白，快出来吧。不是想你想疯了，我看呀是快想不起来你是谁了。才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呢，替替你说话呀，笑笑肯定会很想很想我的，对不？我想哥哥了，我找哥哥去。替替，别跑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喂，你们都跑什么呀？别跑啊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果然和我猜想的差不多。小宠哥，求求你了，想想办法吧。这替替，你要干什么？求求你，我要去天鹅星，那里一定很好玩。快坐下，别捣乱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。小宠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你看小白这么可怜，求求你了，让小白回到他妈妈那里去吧。办法不是一点没有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呀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我不是卖关子，只是真的很危险。因为经过天鹅星的时候要通过时空隧道，那里会有强大的气流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吸入另外一个空间，或者跌得粉身碎骨。那天鹅是怎么样通过的呢？这是因为那些来自天鹅星的天鹅本身具有一定的能量，而且每次通过时空隧道到达天鹅星的时候，都是靠集体的力量才能顺利通过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小白掉队就跌落地球的原因。哇，好可怕哦！哥哥，你还去吗？去，妈妈说过要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现在小白就需要我帮助，我要送他去找他的妈妈。笑笑，你想好了吗？婶婶会同意你这样做吗？妈妈会同意的。你真的要去吗？嗯。那好，咱们今晚就坐月亮船一号出发。月亮船一号。好漂亮的月亮船啊。小白，你要回家了。小白，你别着急，咱们这就出发。笑笑，笑笑，笑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去你们家。我们想和你们一起去送小白。什么？你们？嗯，
可是那样很危险啊，再说你们的父母知道了会不同意的。我不怕危险，我已经跟我爸爸说了，我爸爸同意我去。我妈妈也同意我去。那好，上船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地球一模一样呢，原来地球这么美啊。你们看，这条银河是不是牛郎织女里的那条银河呢？这条银河肯定比那个大多了。哪颗是牛郎星，哪颗是织女星呢？是啊，大家准备好，就快到时空隧道了。试试吧，你就别吵了，小丑哥已经尽力了。我的能量不多了，怕是救不了笑笑了。怎么了？我这在哪儿啊？小白，你看，你妈妈来了，快飞到你妈妈身边去吧。我知道你舍不得，可是你妈妈找你那么久，一定很伤心了。你快去吧，小白，你多保重，我会再来看你的。小白，以后不要贪玩，要听妈妈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
不久就回不去了。小白，再见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是不是想小白了，笑笑？是。小白回到妈妈身边，一定很幸福。笑笑，来帮妈妈一下。嗯，哦，来喽。小朋友们，刚才你们是不是也捏了一把汗？可爱的小白终于回到妈妈的身边了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小白为什么差点就回不到妈妈的身边呢？对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听妈妈的话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平时有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呢？爸爸妈妈叫我们做的事情都赶快去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再见。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。
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，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一位60多岁的女居士请问老和尚，说自己几十年来总感到心口憋气，去了许多医院就是检查不出病因，中西药吃了许多都没有效果，干脆也不想治了。你以前住过农村吧？我原来是农村的人，后来随着丈夫从部队转到了城市。你在农村时，家里炉灶的上方是不是有个燕子窝，当初被你捅掉了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有这回事。燕子窝当时搭在锅的上面，那多脏啊，我用棍子把它给捅下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燕子回来后发现它的窝不见了，气得在灶间里飞上飞下的啊，哀嚎了好久。后来我就不知道它跑哪去了呀。你本来可以用其他圆笼的方式，但最后你粗暴地让它们无家可归。佛教宣扬众生的平等思想，你这样恼害生灵，就是你心口憋气的原因之一啊。我再问你，你这个人很节俭，直到惜财惜物。你走在马路上，如果看见别人扔掉的易开罐或其他废品，都会捡回家来，积了许多卖了钱，有这样的事吗？我不偷不抢，捡点废品，卖几个钱，这样也有罪吗？我没有说你有罪，但是依你的家境看来是生活富裕的，应该把那些废品留给生活真正有困难的人去捡。生活不困难，去捡这些小财就是贪心。学佛之人慈悲喜舍，一刻也不能忘记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说的道理呢？师父说的对，我只是想，那些东西既然是别人丢掉的，又可以卖钱，不捡白不捡啊，没有考虑那么多，今后绝不会再捡了啦。你犯的过失虽然小，但是一样障碍了你清净的修行，所以气路会不通畅。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好多的呢？真的好多了耶，我全身都觉得好轻松啊，连喘气都痛快多了。